所以过过时阵，讲是教会阮连出。唔是，我到伫教会无讲足济，我真正爱讲话，就是去教伊开始教有。都有个人吼，预防性训练哦，伊家己嘛唔知，伊在哪里？迄是我相信一定是过程，一定是一个经验来。啊，你经验愈济，你自然就会吸收到迄个修正。哦，所以你家己训练起来，你家己唔知影，对无？我唔知情况，我爱知你。我想我可能嘛是安尼啊。至少，至少，咱过去的这中程的过程内底训练吼，所以训练其实是无扣钱啦，无人来讲，就是讲，只要有机会啊，直直讲，直直讲，无来。现在加上有CNN TV 秀，无啥物美感啦。爱家己帮，家己帮。我捌问一挂牧师，奇怪，有只个牧师声音发了足好势，啊，足好听，佫足大声，佫啊啥？啊，我若有注意到，所以我捌问吼，啊，你是怎练的？伊拢唔知影怎练的。我做你多少？多少？我都直讲，啊，像你咪讲啲怎咧？啊，怎啊牧师来？我是感觉牧师的讲道嘛，拢足口齿清晰啊，足许个我就爱听伊。啊，所以，啊，也是安怎嘞？主要就是讲，也是安怎嘞？啊，各有各嘛，各嘛。嗯嗯。无，就是伊讲出来，唔是干呐，看过了你。啊，你想讲是哪伊？各来。这有分严重，有特别分的。我想这，我那是拢训练出来。哦，我是训练。下礼拜有迄个机会。真是啊。哦，对无？啊，当然，啊，我是感觉啦。做牧师啊，听讲台听咧讲吼，有缘吼，家己爱感觉着讲时常也都要有那一种学习的心啦。吼，啊，你是要听别人咧讲的是，别人安怎咧讲，别人安怎讲也好，我们也要学习。吼，就是讲，你嘛是爱，不管是 humble yourself。主任 ，open up 俾家己，啊去欣赏人，啊好嘅所在，人安怎咧讲，哦安怎咧 present 的，哦，啊所以对我们来讲，也是时常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。我会记得做兵时，我捌听遐个日本歌校嘅嘅军歌，日本歌毕业嘅，因讲因在学生时阵，就是只讲一些歌。大细声，安尼看，安尼看。向向，着看伊啊。对啦，就是无人啊，着大细声直直看。画像，画像。画可怜啊。可怜啊，落雨啊。起立，敬礼。哦，起立。无内容诶。对啊。对啦。啊，伊基本来遐考量，基本来考量，伊着啊直直画，画四年安尼，画到讲袂出声啊，画，其实伊着无人甲伊教，啊，就是硬画出来，啊，画到，迄个做军歌。来讲，你会晓画考量，甲袂晓考量差足济啦。你若会晓画，迄别人安尼对你对较好势个，啊别，啊你若袂晓画吼，你画人无差别，你画袂行嘛。总是你咧想啦。总是因只有练，总是照我做了解，并无像咱多咧讲迄种个方法。哦，啊，像讲我做一个示范，讲特别画考量，立正，立正，立正。听下做无同款的声音，我头一个声音是较低的声音，迄叫做淡定的声。啊，迄种声音就破袂久啊，了难啊！你做，你做，扫起，向右看齐。迄种的话，我你都唔惊，直直去，直直去吼。啊，这真可惜，就是讲较早拢无学着，啊，食老才去发现的。哦，所以我要搬出来讲。其实有价值，咱来学。啊，咱拄仔是阮，咱拢录影起来，大家拢讲会出来。哦，开始的时敢若无好个款哦，我是慢慢会倒出来。佫过了佫一个进度，佫一个就是讲做口齿清晰。